打架了，你家的猫都炸了，你的碰柑就这样，看着他，好，我不爽，我看着你，打起来了，碰柑奋力一跳，好像扒到，好像又没扒到，为什么他打人是闭着眼睛的，打不到，愤怒的狂怒了，打了桌边，好，猫气死了，碰气死了，碰柑还。好、nope. 跳不起来，好，那这局就去谁胜谁赢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们家碰柑就是一只特别特别喜欢找事的猫哈。最近我们公司来了一个新朋友叫摩吉摩吉摩吉，然后我们家碰柑看到就很不爽，然后动不动就要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去偷袭人家，但是打又打不赢，然后叫又叫最惨，然后所以他常常就会很爱打。来来来，我们俩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很着急的就是他们要打架了。好，摩吉非常的生气哦，摩吉真的很凶，你看他的毛都炸了，我的天哪，哇、你这个飞机无敌了。然后我们家碰柑呢，我们家碰柑就这样看着他，好，我不爽，我看着你，好不爽哦，嘴巴很想骂骂咧咧，但是骂不出来，因为他骂的不比毛吉糟。来，我们想继续看下去来碰柑，碰柑很生气，摩吉更生气。上面是摩吉，下面是碰柑，碰柑是下面那个球，被椅子挡住那个球，摩吉是那个炸毛炸到无敌的那只猫。好，我们看到接下来要怎么打起来，打起来了。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慢动作规范哈。碰柑奋力一跳，好像扒到，好像又没扒到。为什么他打人是闭着眼睛的？打不到，愤怒的狂怒了，打了桌边。好，毛吉气死了，碰气死了，碰柑还。好、nope. 跳不起来，好，他放弃了。好，那这局就去谁胜谁赢，来大家来评评理哈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们家碰柑就是一只特别特别喜欢找事的猫哈。最近我们公司来了一个新朋友叫摩吉摩吉摩吉，然后我们家碰柑看到就很不爽，然后动不动就要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去偷袭人家，但是打又打不赢，然后叫又叫最惨，然后所以他常常就会很爱打。来来来，我们俩现在看到变身了，变身丧尸猫猫出现了，出现了，我们抓到了猫猫异变的变身时候，猫猫异变，我告诉你，接下来的下场就是去医院，这个就是猫猫异变前，有没有？他准备要变身了，变身丧尸猫猫了，看出现了，出现了，我们抓到了猫猫异变的变身时候，他准备找到一个好的地方，准备吐了，要吐出他的毛球了。猫猫一变，你开心了吗？开心了，你开心了没？我弄东西给你吃，你又不吃，不吃自己在那边吐。我告诉你，接下来的下场就是去医院，没有了，没有别的东西了，你知道了吗？真是很欠揍哎。而且你为什么要挑垫子上面吐啊？恶心死了！吐痰。好了，今天先这样，拜拜。他准备找到一个好的地方，准备吐了，要吐出他的毛球了。猫猫一变，你开心了吗？开心了，你开心了没？没有看过猫咪吓人吗？他还想要吓第二次吗？开球！
台球，台球，台球，台球。Hello， 阿呼。Hello， 你说什么？爱讲话啊你啊！你到底是人还是猫啊？对你有自己的身份吗？按钮在那边。阿呼，怎么了？肚子饿了吗？有没有请你倒下呢？你这个身材还要吃吗？你看黑妞，两个一对饱，差那么多。叫爸爸。好嘞。去按吧。一只猫，全部可吃。你喝大暖男呐、啊。他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量姐姐有得吃。姐姐应该要吃的差不多了，你有要表示一下吗？你的手是怎样啊？你是压抑住你很想要按的心情吗？只是不能让姐姐太胖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姐姐吃完了，然后呢？换你了吗？肚子压按钮，你越来越多绝招了哦。好了好了，姐姐被你喂得太胖哦。爱讲话啊你啊！你到底是人还是猫啊？对你有自己的身份吗？哦，好了，终于换你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贴心啊！等姐姐吃完呢，姐姐吃完了，她才会去吃。Hello， 阿呼。Hello， 你说什么？就这样了，这一台坏了。它就是美镜必卡纸的。哎呦，小心哦你啊！还好还好啊，没有打。我这个淋巴结这里肿大了，它如果越来越肿没有消的话，就要去大医院检查。嗯，就是说。那就是人生了。有吃个鱼油，吃好鱼油。你是好猫吗？